大家好，我是萱萱，我是萱生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和分享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分享什么呢？分享我们从怀孕生产到小栗子出生，现在已经四个月，到底花了多少钱？没错。就是为什么想做这个主题呢？有两个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问他说：“你想看我拍什么片？”他说：“如果你可以拍一集，告诉大家说生小孩其实没有很花钱，那我觉得应该会很受欢迎。”那我心里就想说：“是可以拍的，但是其实很花钱。”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们上次有拍一个就是小栗子24小时，然后当新手爸妈的一些心得嘛，那当时候全部都是比较正面的回馈跟反应，其实也想说，就是拍一下你生小孩跟怀孕所面临的这个现实面，就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。然后这份总开销，我也是花了不少时间整理。整理出来的开销，总开销你有吓一跳吗？吓一蛮大一跳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有分了几个大项，那基本上就是从怀孕的初期，然后到后面就是宝宝用品啊什么，就是这样一序顺序这样子把我们这个开销跟大家说明。那我们总共有几大类，分成产检、生产、妈妈用品、宝宝用品，还有其他类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产检的部分开始看嘛。那产检呢，我们这边的总共开销是38770元，挂号费就不用说了嘛，挂号费是比较短的开销，4020。那政府是有补助，是吃100块。对，就是不补小补啦。那但是以产检来说，你花最多的部分会是在你的这个产检的检查的部分，在38770元里面有3750元是在产检的检查。但因为现在的科技是蛮进步的啦，就是可以提前去检查一下说你的胎儿的基因啊。主要花比较多的是唐氏症筛检 Q 宝，那它有自费的，也有没有自费的。自费的它是非侵入性的，那它的价位分大概有三种，那我们是选中间价位的17000。那你付越多钱，它准确率越高，然后那个检测的项目越多，就是很多你都没听过遗传疾病，它都写在上面，就是一大堆，真的是会越来越多这样子。对，另外两项就是也是不一定要选择的啊，那我们是都有做，我们还有多做这个脊椎性肌肉萎缩症，然后是2000 ，X 染色体脆折症4000，然后这个两个加起来是5000块。这个的话，我记得医生是说下一胎的话就不用做了，只要第一胎做就够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脂癜前症筛检2500，这个的话我就还蛮建议就是一定要做。那再来就是高层次超音波4500，对，这个也是自费的。高层次超音波我记得应该是一定要做的，医生都会建议你要去做。然后人程糖尿病比较便宜啊，就是150块的，也是一定要做的。另外这个5500的开销不一定要做是百日咳疫苗，孕妇是一定要打的啦。然后就是爸爸跟婆婆他们也有跟着打。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，巨大的疑问就是自费项目那么多，到底要不要做？因为我们就是会担心，所以想说如果你真的会，对，如果你真的会担心，你们就去做吧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进入生产的部分。那生产呢，我们这边的合计呢，总共是299916元，但这是包含月子中心跟月嫂的，我们等一下会依序跟大家说。那生产首先你就是会先准备待产包嘛？对。对，那待产包我们之前有拍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影片说明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对，那总共是4784。生产住院呢，它其实主要的开销就是无痛，对，生产完要住的病房，几个就是针对生产的部分，28470元，花比较多的是在这个病房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医院无痛是7000吃到饱，住院的话，其实这个病房的费用就落差蛮大的，就是你要住单人房还是什么双人房，反正就等级很多了。他就是问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快死了，有什么，我就赚不到单人房，然后他讲一句话，然后我就赶快。所以那时候我们选的是单人房，一天是6200。病房的膳食就是你要吃也是2610元，出生证明要钱，出生证明要多少？260元，总共在生产住院这边的话就是28470元。当然，你在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宝宝检查部分，那时候爸爸就被教训说，那个婴儿出生之后呢，你要不要帮他做什么什么检查，什么什么检查？他说真的，他解释很多，我都没有在听，我就说好 go。婴儿检查总共检查了7129元，如果有什么不正常，他们就会跟你说了。那如果正常，他就是也会寄一份报告回来。这个7129里面还包含宝宝住院3天里面吃的，还有宝宝住那个婴儿房里
面的一些照顾的费用。好，那现在生产完呢，就是要进入怀孕期间，开销算是最大的其中的一笔，月子中心跟月嫂。那我们分别在月子中心花了179,975元，在月嫂是42,500元。对，那月子中心我们那时候是住25天，对，月嫂的话就是前面5天我们是请24小时，那后面10天是9个小时。对，那我们之前有拍一集关于月子中心跟月嫂如何选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，那推荐你们可以去看一下。毕竟这是怀孕最大的开销，所以要怎么选，大家还是要谨慎。对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两个项目，就是月子营养品12,910元，和产后护理4,910元，还有一个产后回诊19,238元。那月子营养品呢，你要不要讲一下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中药材的药材包的钱。萱萱她是有请一个中医师，针对她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帮她开了这个午餐跟晚餐的那个汤包，调理身体啦。对对对。那产后护理的部分，就是她有去敲骨盆。我觉得敲完当下变回来，骨盆小一点，但是对对对。然后那产后护理，她还有另外买这个大风草沐浴包，就是回家泡，在月中心也会去自己买来泡。那产后回诊的话，就是因为生产完了嘛，除了子宫抹片检查之外，也会建议如果没有之前没有打过子宫颈癌疫苗的话，会建议打这样子。那就是我们两个都有去打，那男生也可以打，一剂是6,000元，那一个人要打3剂，这样一个人18,000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所有的费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到妈妈用品的部分，总共的开销是151,659元。其中比较大笔的项目，就是先从妈妈营养品开始讲了，因为妈妈从一开始怀孕要吃的营养品实在是很多，从叶酸啊、孕妇的综合维他命、在钙、铁、DHA、卵磷脂、益生菌、胶原蛋白、低筋精、低筋精等等等，然后一直要吃到就是你生产完哺乳期，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是要持续补充。那再来就是妈妈保养品的部分，就是怀孕嘛，你会担心有妊娠纹的产生，所以就是要擦一些孕妇油、妊娠油、妊娠霜。我们也有拍一个生产之后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改变。那再来是妈妈衣物，总共花了41,513元。那其中妈妈衣物一定要买的就是哺乳内衣裤嘛，还有托腹带。那再来就是孕妇装嘛，孕妇装的话，我之前有拍一集孕妇装的介绍，你们也可以去看。妈妈寝具的话，就是孕妇枕的部分。萱有3颗孕妇枕啊，一颗是奇尼孕哺的，一颗是妈妈喂的，他们两个都是比较月亮形状的。那另外一颗是比较大颗的 ，Huxi 吗？对，就是这两种其实好像都有用到，对，我都有用到。就是不同时期，或者说有时候可能你今天睡得比较舒服，明天睡得就比较舒服。对。那为什么会有3颗？有2颗是送，就是除此20,000块的。所以3570是一颗的费用。对，那再来是妈妈哺乳，其中这里比较大的一笔就是电动吸乳器嘛，像我自己就还蛮喜欢Hagen这一台。就是说实话，其实我们没有用过比较便宜的，因为我们刚一开始就用Hagen，就觉得非常好用，因为朋友推荐就是这个就是最好用的。对，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月子中心自己也就是Hagen的吸乳器，对对对。对，然后我自己的奶瓶也是Hagen的奶瓶，所以我觉得搭配起来就是很方便。很方便的，那我相信到底要。要买电动吸乳器，蛮多生产后的妈妈的一个疑问。我觉得这是一定要买的，因为一开始你在手挤的时候，真的是手挤到这里，真的手很酸。对，只是电动吸乳器到底要不要买这么贵的，就是因人而异嘛。其他就比较零散，可能就是保鲜袋啊，乳膏，然后母乳储存袋。母乳保鲜袋其实是你奶量比较多的时候才需要买的。好，那妈妈用品就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那加上妈妈用品呢，现在的开销已经来到了49,000元。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大宗的开销，就是宝宝用品的部分。那宝宝用品呢，总共花了353,225元。那因为宝宝用品的分类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这边就分得比较细，那我们一一跟大家来说明。那第一项是宝宝哺育，就是他吃东西的需要的一些设备，27,454元。好，那说到哺育，你们想到第一个一定是奶瓶嘛？那奶瓶我们用的是Hagen，奶瓶其实也不便宜哦。其实奶瓶这个东西，它不是说你买一次就结束，啊、因为那个奶瓶的奶嘴，它第一个它有分这个大孔径、小孔径什么的，但是你越来越大，你会换不同的孔径。你的那个奶瓶本身就是如果有刮伤或什么，你就要替换。还有一个这个顺热水器泡奶瓶的话，我们问儿科医生是跟我们说建议70度嘛，那我们用的方式是顺热水器。那这个可能你也可以去考虑调乳器，这个热水器我们是用这个海尔的顺热水器，还会有就是消毒锅。
消毒锅也是建议一定要买的，就是针对比较去消毒奶瓶，觉得很好用。还有温奶器、温母乳，还有保温那个 baby， 如果喝奶喝到一半，然后中断的时候可以让它温。那温奶器我们买的是飞利浦新安怡的这个，好，一开始我们就买了蛮多的奶嘴。那些其实都是圆形的，那奶嘴好像有分拇指型、圆形，又有对称型的。那我后来发现，我们 baby 其实一出生到一两个月的时候，他其实都不怎么吃奶嘴。后来有一颗拇指型的，他知道之后，他还蛮喜欢的。或是我的话，我会建议说，买一颗就好，你们可以不同型，可能面积两三个型就各买一颗，然后你不用各买一颗，你可以先买一种，他不吃。对了，他如果有吃，你就不用再另外买，所以就不会像我们一样，家里有一堆奶嘴是几乎没有在吃。奶嘴的话，才会有外出的那种奶嘴链，还有奶嘴收纳盒。然后最近学妹买一个东西，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，就是韩国的喂奶神器。哎，他现在就可以这样子放着，然后自己这样子喝，然后还看，回来看一下，然后自己去喝。喂奶神器我觉得蛮省力的，再来就是也是要丢这个的动作的一个。有很多奶粉的、啊，奶粉的话也是，他就选了奇富一，其实是最贵，因为它是最接近母乳，没有换它这个了。哎，这个奶粉十天喝完，一罐要1680，1680，十天1680，所以现在9天啊，9天啊，有时候9天啊，现在又喝更多了，现在喝就是9天1680。也喝得还蛮习惯的，所以就一直就没有。因为医生就建议说，你们就不要一直换奶粉。对，然后所以奶粉的总开销目前到现在呢是32040元。好，那接下来是宝宝衣服的部分，宝宝衣服这边是71332元。那宝宝衣服呢，种类还蛮多的，从它的包巾，从头到脚，从头到脚，头套，然后头发带什么的，全部都算在这个分类里面。那这个开销的变动，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差很多啦，可能就看你自己喜好的习惯。因为小朋友长大的速度，真的有时候比你想象的快一点。像我们荔枝啊，我买70几公分跟80公分的，穿起来为什么它都很刚好？我觉得就是你们如果在买的时候担心买到太刚好，或是不能穿太，它全身连身衣连脚都包住的那一种，那种衣服你们可能可以少买一点这样子。然后再到宝宝清洁的部分，那这边是用44460元。你想到的就是沐浴乳嘛，它的洗澡的用的，然后它的澡盆。干湿两用巾，干湿两用巾湿巾，然后尿布，对，还有一个大开销，尿布我们都放在里面。那另外一个轩买很多的抗菌的东西，他买超级多的，就是抗菌的喷雾。那因为他特别有去选那种，就是说可以喷到宝宝也没关系的，对对对，因为一般酒精可能太刺激。对对对。然后他买了10000多，然后顺便囤货。那我们当然之后我们也会就是跟大家分享说，我们目前买了10个觉得不会后悔的育儿好物。以宝宝清洁来说，有几个比较好用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宝宝的浴盆是 Stop， 它是折叠的那个，就是你如果要外出带着都很方便。携带很方便。对，那再来就可以挖鼻屎跟挖耳朵的 OG Bear QQ 熊的耳鼻清洁棒。然后还有洗屁屁神器奇哥的 Baby Coco Cola 口腔清洁棒是 LAB52 齿炎堂的，它是一个棒子，然后加上那个纱布这样子进去挖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要买个尿布台啦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因为你自己换尿布真的是一直就哦超级酸。对，那再来就是宝宝护理保养的部分，总共9319，那就是宝宝的乳液啊，宝宝的屁屁膏、按摩油跟慢用膏，还有额温枪这一类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宝宝寝具的部分，这边是58117元。好，那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花的比较多的是，就是我们买了一个27999元的床，外形真的很漂亮，实木的，然后因为它之后可以变成书桌用很久，所以我想说好吧，就给它开蕊。还有一个就是寝具类，波兰美丽丽，我就花了10870。然后重点是它那个床很方便，睡窝啦，出去外面的话，你就可以让宝贝睡那一个，对，它就比较不会有认床的问题。就是它其实跟你家的那个床其实是不冲突。对，重点是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它可以带出去外面让宝贝睡了，因为宝贝还是其实它还是会有认床的问题，而且也比较卫生这样。对，然后再来一个比较大的开销就是宝宝的监视器，我自己是买 Qbo 的宝宝监视器。这个牌子比较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多一个口鼻侦测器。但它就是变成是它有时候翻身啊，或是不小心手遮住啊，或者什么，对，它都会跳出通知。那再来就是还有床包、床尾保洁垫，还有我们还有多买一个 3D 护头型枕，是 Mimos 的。好，那再来这个是宝宝玩具的部分。那宝宝玩具呢，我们花了23795元。那因为宝宝从安抚机、音乐铃、固齿器、手摇铃、转握的玩具啊，建立价
布书、黑白卡、洗澡玩具、阿福玩偶，还有游戏的地垫，就是各种种类都蛮多的啦，主要都是会增进宝宝的一些成长啊，刺激他的感官都，对，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其实玩具也还也是不能少的，而且宝宝玩具好贵啊。我们假设一人讲一个自己觉得有兴趣的印象的话，我觉得以色列的 Yukidu 的小象莲蓬头，他洗澡的时候把它放在他的澡盆里，水力比较小的，但是可以冲他身体啊，冲他头啊，我觉得也还蛮好用的。他很喜欢。他买玩具，你要问我比较喜欢哪个，我都很喜欢，因为都是我买的，你要我怎么选？另外也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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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，就是一定要买的类别，就是宝宝外出的东西。我们总共花了50801元，那我觉得这个开销，这个50000多块其实差不多，也没办法省到哪里去，这是你基本的开销啊。推车，那我们买的是 Cybex 什么 Mios 的推车，推车其实你们在买的时候有分那种重型啊，然后很轻型啊。对，那我们目前这个是中型的啦。那如果说你其实会常常带宝贝去做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话，会需要轻型的。另外一个一定也要就是气座。对，气座我们是用 Nuna 的气座，这个钱我觉得是绝对不能省，毕竟是跟安全相关的东西嘛。带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这个背带。我们买的是韩国的 Hognail。那时候为什么会选这个？原因是因为六个月以前跟六个月以后都可以用，它是可以有椅凳跟没有椅凳的方式去做组合。对，然后那时候问店员，他是说其他牌子比较少有，那两个都可以结合。那再来另外的类别呢是宝宝餐椅的部分。那宝宝餐椅呢，我们总共开销是18912。买的比较贵就是这个 Nomi 丹麦多阶段成长餐椅，现在我们是还没开始用。这个阶段正在学做的话，是给他做那个妈妈 and Papa 的那个二合一的育成。这几种类别我觉得其实都还蛮需要，它其实是在不同的时机点用到的。再来就是还有外出用的费雪的宝宝小餐椅1290，那还有我们宝贝很常用的那个安抚躺椅，对，安抚躺也是费雪的，它是2600多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宝宝医疗的部分，这个也是一定要有的开销，一直现在4个月嘛，那我们总共花在他医疗身上是6146元。那主要的花费呢都是在打疫苗的部分，自费的部分，像我们自己就自费了口服五价轮状病毒疫苗，对，然后总共有3剂，对，吃一小口就2000块，可他吃得很开心。对，那我们打预防针啊，这些费用是慢慢累积上去的。下一个类别就是宝宝营养品的部分，营养品其实就是也是不一定要补充啊，就是见仁见智，就是其中就包含就是宝宝的益生菌，然后或者是 BHA 叶黄素这些东西。那所以说，如果各位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想要买益生菌给宝宝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注意这两种功能，一个是预防过敏，一个是促进消化。那这时候就是你要去看你宝宝自己的状况嘛。如果他消化已经很好的时候，其实你可能可以先针对预防过敏的。那当然，它也有那种就是综合的两个功效都有的。宝宝营养品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，每个牌子比较不一样。那再来就是要丢钱的时候了，好不好？那加上宝宝用品之后呢，我们的开销呢已经来到了多少钱？学员来讲一下，843570。那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，我们到底花在哪里呢？我们这里放到其他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可有可无，每个人开销的方式都不太一样。那我们也花了不少，我们花了180907。我真的讲这期是不断的想要丢这个，你不是还有100块让我丢一下吧？100块在哪里？我一定要丢，才继续录啊！每次丢。好，其他部分我们花最大期待写这一块。有的人说这边的科技可能还不到啊，那有的人说这就是买个预防，这边我们就不去做深入的探讨，但是我们在期待写这边，我会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买的是美商永生，然后买的是95000元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还有花了什么费用？我们来看一下保险，宝贝保险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也是一定要买的啦。再来就是宝宝写真，花了20000块。再来这边有些成品，对，你们看，可爱的，真的很可爱。因为宝宝写真，它其实有特别去讲说，它的宝宝写真是在宝宝出生12天还是15天内拍摄比较，因为宝宝越来越大，它其实醒的时间会越来越长。对。然后他们拍的时候，他们很喜欢就是把宝宝做成一个那种球的那个样子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你们看像这样的照片。那因为他为什么说你要在这个比较刚出生没多久就先拍呢？因为其实第一个他再大一点当然放不进去那个球里面嘛，然后那个样其实是他在你子宫里面肚子里面的这个样子，所以就是也是一个记录这样子。然后再另外比较多的就是蜜月礼盒嘛，蜜月礼盒就是21890元。宝宝取名字的部分，好，取名字我们有花钱，3600。看你们，我们是有去算的。然后目前我们还有另外的花费，就是一些拍摄道具，还有休闲派对、宝宝游泳这几个，我们之后都会有体验的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啦，现在要紧张啊，你有紧张吗？我做统计了，我怎么好紧张的？好，那我们这1年2个月，就是从萱萱怀孕到立子现在4个月，总共开销是102万4477元。震惊，讲不出话。一时之间
不是要说什么。回到我前面一开头啦，就是朋友说，就是拍片就是生小孩不花钱的影片的，不可能，好不好？生小孩其实是真的也是蛮花钱的。那当然呢，孩子带给你的东西是。我又感动了，为什么我现在想什么都可以感动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，它带给你的东西，我觉得除了辛苦之外，还有很多欢笑，还有成长，还有你自己也会跟着去成长。但是，生小孩之前，你们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准备好了没有？而且呢，其实还有些额外的开销没有统计进去，比如说你买了空气清新机，然后除尘螨机。而且我还要想补充，这个开销它只会越来越多而已。你到后面有副食品的东西要买，然后学费什么学杂费，就是越来越多开销，一定是这样子。但是就所谓的甜蜜。的负担吧，结论就是甜蜜，甜蜜的负担呐。所以就是跟大家说，孩子会带给你很多东西，但是你也要做好准备，心理的准备，口袋的准备，再去做这件事情。你还敢站第二个吗？对啊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业配多多接，然后大家多多看我们的影片，然后多多给我们支持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说为什么你这个影片里面要成就业配，我要赚奶粉钱了，你知道爸爸有多辛苦吗？你不安慰我一下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希望给准爸爸妈妈一些花费的参考。那我们之后都会针对我们用的东西，觉得好用的，觉得不好用的，也都会做一些分享。那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大家拜拜。